动词。很酸欸，打这个很酸欸，你知道酸怎么讲吗？酸哦，很酸哦，非常酸哦。不绝。哎，我风妈我在这边。幽环正子曰：“水野之介也是个狠角色。OK， 波娜可以帮我打吗？我的刀下没有。若败，我现在耳干。今晚耳干。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国破山河在。”我的刀下若败，提头来见。国破山河在，仙台羽凡获利。刀剑无言，我的刀下没有孤，延展。开启传送门，千春兰，国破山河在，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事不宜迟，事不宜迟，事不宜迟，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，事不宜迟。国破山若败，提头来见。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事不宜迟，国破山河在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我的刀下若败，提头来见。国破是定救人，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刀剑无言，国破山河在。正管炮生理危险，加兵一哥被动可以打掉小蜘蛛不套血。那是一种打法，有很多种打法，这个东西。不要拘泥一个打法。这个是战棋游戏啊，我觉得战棋游戏最迷人的地方就是这样子啊，有多种打法。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看剑。哎，你来找风妈玩干嘛？滚。他其实也没到绵绵不绝，可是其实你是这样子的，你自己讨厌绵绵不绝的活动，但是其实也有人讨厌这种长草的活动啊，都有人喜欢，也有人讨厌，所以这个也没办法说什么，要不然你就现场调查，你们喜欢长草，还是喜欢绵绵不绝的活动？我个人是偏向于有衔接性的、啊。不要说绵绵不绝啊，就是要有衔接性的活动，不要说绵绵不绝。幽环正子曰：“
好，欧娜有思想考的活动。幽环正此约。感觉这游戏最近一个月人流失好多，十支戏可以开快一点倒是真的。若败，提头来见。他玩开心的就好。事不宜迟，国破山河在。同难度让大家都有办法体验。刀剑无眼，像上次我的刀下那样，我觉得没有放追心。本来就是第一个月一堆场外玩家。我觉得这是久见人心啊！骨头汤整天硬邦邦。事不宜迟，嗯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骨头汤到最后很多人在玩，这梗真的不错啊！用银声，别拖慢我。用银声，事不宜迟。天摇万象。没，上次我说最后要刷龙腾道带。幽环正此约，制定救人了，适可而止吧。每次看住剧情都会被语音逗笑蛮喜欢。看见这款文本的。真的是日久见人心，曾经我也以为Aaron 是毛粉，直到今天 Aaron 你藏得真深，赞。会吗？其实我还好啦，虽然你看我刚刚谁谁凉，但是我现在开始又不是谁凉。我觉得我有我的特色啦，今天会谁谁凉的三毛才是三毛。我今天如果不谁谁凉，我觉得会觉得你们可能会觉得会蛮无趣的吧，我不是这样觉得啦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，但是我觉得是我的特性，我不会太做作啊。如果今天很做作，我就跟你讲说啊，这篇是叶佩文，这边的影片是叶佩文，然后我今天开始我要开始做作。事不宜迟，幽环正此约。天摇万象，柯小米以我怎了？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若败，提头来见。适可而止吧。这个手机游戏在文本写的很像国文，若败，提头来见。别拖慢我的脚步。好，我可以试试看。看见。搞错了吗？现在这个才是账号吗？我以为刚刚上一个才是。没有，这个才是啊。不得不说，这游戏从以前开始文本就很赞。嗯，其实他们很用心，很用心在写这些东西啊，很用心啊。感觉刚刚月月根本就在划水。对啊，都用国家队都能打。你们今天已经把国家队抽起来，就要用认真玩国家队。你不觉得国家队什么怎么打都可以赢吗？有很多种玩法，国家队的是有它的道理。它为什么叫之所以叫国家队，是因为这样子、啊。事不宜迟。幽环正此约。突然又想抽剑邪了。国破山河在。若败，制定救人了。若败，提头来见。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用银声。我还是等小雪。别拖慢我的脚步。
事不宜迟。国破山河在。三毛有推荐什么阵容或角色比较好打小雪跟没错解的归阵的吗？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若败，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若败，提头来治病救人了。哎，可是水野剑邪眉高低不好用。看剑，小朋友，我跟你讲，我是不建议你抽啊，我是不建议你抽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建议你抽？原因是在于说。看他是不是要召唤蜘蛛了？等我一下吧，我好忙。别拖慢我的脚步，等我一下下。先把老沙干掉。原来我想说无赫的话，我就慢慢跑碎片了。幽环正此约，请奉神旨。不绝。好，我继续润。轩辕剑要联动了。国破山河在，若败，提头来见。治病救人了。Yes， 无赫。啊！啊！操！这里是蜘蛛造反你啊！别拖，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幽环正此约，你看这个密集恐惧症发作的队形。幽环正此约，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轩辕剑联动也是两个月后慢慢来了。若败，提头。别拖慢我的脚步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有营生，别拖慢。有营生。国破山河在，我的刀下没有孤。若败，提头来见。无天灭地，就是宣言了。嗯哼。按照道理是这样，按照道理。完 ，BB， 剑邪跟小雪应该没差吧？玩 PVE 的话，我说实在话，跟你讲一句话，玩 PVE 你抽到什么角色都没有差，因为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抽到谁都是 PVE 全通关啊 ，PVE。抽谁都不是问题，真的，你们会抽角色都只是在追求 PVP 而已。你们 PVE 的话，抽什么角色都可以过，这个我还是要老实讲。你只是抽了之后，让你的 PVE 更好过。完 ，PVE 治病救人了，就更好过而已。重点是要活，那就更好过，没有其他重点，就更好过。你只是让你日子变好过而已。你今天钱。赚的够，赚的够花，跟你钱赚的太多，让你变得生活更有质感，这是一样的道理，一样的道理。你看你是要够花，
还是要让你的生活更有质感？你今天要让你的 PVE 能通过就好，还是让你的 PVE 可以更爽的通过？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的差别。天游万象，什么讲干话？我很认真哎。幽环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若败，提头来见。你说的滔滔不绝我听不明白，哼，别拖慢我的脚步。有名声，没礼貌，说我讲干话。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国破山河在，刀剑无眼。还是开所有的，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严斩！哎呦，水野的抽我也记得，水野的抽我有记得，抽的没有很好，真的。这个说老实话，抽的没有很好，我知道。事不宜，国破山河在，刀剑无眼。我的刀下没有孤魂。追心，雕虫小技。别拖慢我的脚步。我现在玩夏侯跟古风很好。哎，你跟我一样哎，我插阴气哎，我1100抽插阴气。事不宜迟，幽环正冰哎，朝离今天六星。请奉神旨。朝离六星之后，日子越好过。幽环正子曰。不要轻敌，快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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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打完了，我打完了，快撤！快撤！哎，真的是哦，哎。